原标题1900年中国小伙迷路去外国娶妻生子，却制造了一个中国村。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一个中国小伙迷路去外国，却意外制造了一个中国村，不可思议却真实的存在。我们先从摩尔多瓦这个国家说起。摩尔多瓦是欧洲内陆的一个小国，它的主体民族是摩尔多瓦族，还有部分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保加利亚人一起生活在摩尔多瓦境内。而不可思议的是，摩尔多瓦还有一个中国村。摩尔多瓦和中国相距甚远，怎么会有中国村呢？这个故事的传奇要从清末说起。1900年5月下旬，慈禧下令对八国联军宣战后，结果清军一再溃败，慈禧携光绪西逃。次年9月7日，大清与英国、美国、俄罗斯、德国、日本、奥地利、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和比利时签订了著名的辛丑条约。辛丑条约是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单凭这一纸条约，列强就巧取豪夺了 9.8 亿两白银。条约的签订更意味着有着几千年文明的古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严重侵犯了我们的主权，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国之不宁，民和一安。正是在此大背景下，许多普通老百姓的命运也发生着令人难以预料的变化。这其中就有一位名叫张青山的少年。1900年，张青山只有12岁，他居住在长城附近，在路上正好遇见了两个迷路的俄国逃兵。俄国逃兵要求张青山带路，张青山就上了俄国人的马车。于是这两个俄国士兵驾着马车，在张青山的指引下一直往北走。可是呢，不久以后，张青山却在马车上睡着了。当他醒来的时候，已经离自己的家乡很远很远了，他也不知道怎么回家了。就这样，两个俄国士兵千里迢迢把张青山又带到了俄国境内，莫名其妙做了俄国士兵的俘虏。原来这两个俄国士兵并不是俄罗斯人，而是摩尔多瓦人。1901年，其中的一名摩尔多瓦籍俄国士兵把张青山带到了基西勒乌市以北40多公里处的一个小村庄。这个时候年仅12岁的张青山，在这是个离中国很遥远的国家，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后来张青山在这里就被当地的一个村民收养，为了养子。几年之后，张青山也成年了，与一位十分漂亮的白人女孩结婚。这样看起来，张青山在摩尔多瓦过得还算十分不错的，只是那时候的交通十分的不方便，而且当时的信息交流也十分不方便，所以张青山一直都无法回到自己的祖国。如今张青山的家族已经繁衍到了第五代了，整个家族的人口有200多人，这200多人在摩尔多瓦形成了一个中国村。如果你去这个中国村觉得这里的人很像中国人，那就有点失望了。经过了几代人的婚姻生活，张青山的后代已经完全看不出中国人的模样了。不过张青山的故事却在这个村庄一直流传，这个村庄的人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先是中国人。张青山离开中国的时候只有12岁，当时正值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他于1968年去世。张青山的一生在摩尔多瓦过得很幸福，不过有一个非常大的遗憾，那就是在去世之前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祖国来看一看。摩尔多瓦虽然是个欧洲国家，但是时至今日仍然很贫困，可以说是欧洲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人均 GDP 只有2000美元。因为摩尔多瓦的经济十分贫困，后来随着中国和世界的交流，这个偏僻小国的中国村也被中国发现了。这之后因为这个原因，
中国和摩尔多瓦也是建立了很友好的关系。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